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今天又是多云，这个桥的名字叫茶干脑包一号桥。昨天晚上我就在这个桥的附近住了。那面有几户木户，一户两户三户四户，但是昨天晚上我休息的时候看见那几个木户没有着灯，应该是没有人了吧。看看这个路线是苏尼特左旗至北海国道209啊，这条国道是通北海的。草地见牛羊，看看咱后面的大草原，成群的羊，这么多羊，这群羊可是多的，这也没有人放这儿。但是为了羊的自身安全，他的羊也上不了公路边，都围在这铁栏里，就在这公路边都围在这护网，所以他也来不了公路上。这群羊应该是里面那家的，周边就没有住户了。看咱的车，再往前走就是一个小坡了，上了这个坡对面就是下坡。看这路，今天这风有点大，这是一群马，不是几只马。看这马在这自由自在的吃草，万马奔腾，怎么就让这些马跑起来了？看一下万马奔腾的壮观，你快看我的，看这个马，看我，看我，你看，在这儿他们喝了点水。这两天阴天，他俩也不好好喝水。今天差不多能到那个检查站，巧克力。阴天就是好，天冷了就好，天冷了省水啊。哎呀，看这天，哎，大哥骑行的，骑自行车的。这去哪儿？去东北。哎，前面好像有个检查站，我去那儿就不走了。
要不我一直看见这天下来，在这和狗狗们休息了一会儿。这两天的天一直就是这样，晴一会儿下一会儿，没办法。啊，你们喜欢这个？对，长久长起来。啊，我抓紧往那边走啊。哎呀，得赶紧走了，休息坏了是不是？休息的给等上雨了，今天。啊，那行嘞。那边天硬的厉害了。今天预告没有雨啊，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啊！篮子下开了。这天下的刚拐出来的一个口，还没走了一公里呢，早点下来我就不走了。这天非得走开再下，看见的天就不对了。好了，这会儿晴了，看这山里面留下的洪水，好长时间没有看过这种洪水了啊！今天可是见了。再过来看看这儿。哎，我和狗也都淋了这，淋成个落水鸡了。感觉这边的水，这边的寒冻啊，还没有这边的草原高呢。这水要是流的猛，一会儿会就下成这。现在还下里，但是不大了。可这裤确实了，湿漉漉的。穿了个雨衣，它上半身行，下半身不行，把腿给全下湿了。狗狗也下湿了。柴火也全下湿了，今天的雨可大了一下哩。本来想在车的跟前挡停一下哩，等一等那雨哩，但是，这路太窄呀，不安全，我穿雨衣走啊。今天的雨下的大哩，打到脸上都，脸都疼的不行。到了这个白鹰溪立服务区了啊。这天还下雨嘞，里面好像是个公路段，咱就在这儿休息了。这儿有这个围栏，咱能把这个篷布来扯起来，给咱们挡点雨，然后把狗笼放在那儿。今天又淋了两个小时的雨，衣服也全下湿了，狗狗们也下湿了，然后咱把帐篷来搭起来，就在这儿休息了算了。这两天的天啊，每天下雨，下得你发愁。记住啊，这儿挡点雨，把这狗笼弄到中间。哎呀，把他们关在狗笼里了。系绳也是个技术活儿。哎，好嘞，准备安排做饭。这两天又不缺柴火，
柴火是不缺了，这两天老下雨，柴火都湿了。我点着湿柴火可不好点，点着就好了。先给狗把面弄出来，我就能煮我的面。这俩祖宗每天吃的多了，今天又多了。哎，来来来，起锅烧油，起锅烧油。哎，就这点菜。南瓜、青椒，十三香，盐，酱油，冻一下，加火吧，加火吧。吃着面食热乎乎的，面片大点。这饭相当哇塞，做上水。我今天晚上是大揪片，巴掌大的揪片，好烫呀。哎，吃不进嘴里，我也烫了。这还能行呢？还是咱吃面爽。嘿嘿。是吧，今天不用我就放你们了啊，放出来你们没法弄湿的。我这饭是烫的不能吃，烫的不能吃。这会儿不咋了啊，太多是不是？我是面片，他们是面挂面。哎，我煮了三个鸡蛋了，哪来的鸡蛋？一个也没有。这，这鸡蛋哪来？哎，这鸡蛋一个也没有啊，哪来嘛这鸡蛋？嗯，不吃就给我们拿出来，明天早上吃，啊。鸡蛋吃了没有？啊，鸡蛋吃了。
我也赶紧吃，吃了那个啥，吃了咱就休息。